TXC Corporation, founded in 1983, is Taiwan's largest and the world's fourth largest quartz element provider, as well as a leading professional frequency control product manufacturer across the globe. It operates in more than a dozen of cities in the US, Japan, Europe, and mainland China, and has 12 subsidiaries with thousands of employees. TXC 的业务在过往的这一段的成长跟发展之下，那么目前在中国大陆、日本、美国、欧洲等设立有十几个分公司。那么由于这个是跨时期的一个成绩，那么员工有4000多名，所以对于公司的联系、通信，包含到 data 的一些及时的传输，那就很重要。那么过往我们采用的这种传统的这种IP 的 solution， 那么各组分公司呢是采用 TDM 的PBX，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有它的局限性，那么扩充也有瓶颈，那么总是不能达到即时行动办公室这种的概念。那么今年。 年初有幸到华为总部来参访的时候，了解到华为的UC这种企业网的这个架构，那么可以符合我们的这种及时性跟提高行动办公率的这种的效果。那么我给自己一个形容是说，我 anytime 我 anywhere 我要找到公司的人。 那么我要取得公司及时的相关的资讯，我都要能够达到这样子的架构跟功能。那么我觉得华为UC的这个系统呢，那么的确是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那么在今年的6月份，我们经过商务洽谈，经过产品的功能介绍，那么我们公司设立装。 确定采用了华为UC的系统。当我要改变这一套新的系统的时候，那么公司所采取的一种积极的鼓励政策，就是以单位跟单位来做比较。那么主管包含一些所谓经理人以上的同仁来做比较。公司同时也配套了所有3G的手机给相关的单位跟主管。 那么这个的目的不外乎就是要充分来利用华为这一套 UC and C 的系统来达到刚才所谈到的很多叫及时的这种行动办公室的效率，所以公司在推动以后，那么到现在应该讲有3个多月，这个3个多月来的效果的确是可以显现。同时，因为华为这一套的系统，因为它有很平滑的这种的扩充能力。 它的功能不但包含了以前100%的这种传统的功能之外，那么它更需要展现在即时跟所谓 data 的传输，包含到我可以利用 3G 手机用 WiFi 来传送公司的一些资讯，我可以透过PC 直接电话，一边看 data 的同时一边通电话，这个在过往都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那么尤其现在以所谓 即使的信息的概念来讲的话，每位同仁即便是下了班，当然他要休息，但是最起码他可以把原来传统的这种说 email 的这种的资讯呢，透过华为这套 UC 的系统，透过我们的所谓 3G 的手机之后呢，那么公司内部的很多的信息，即使都可以接收到，所以马上可以解决那么所谓特殊问题、异常问题以及要及时联络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发现。 每个同仁的行政工作效率，对于过往所谓excuse 的问题来讲，现在已经没有发现这种的excuse。 那么反过来讲，每个人的这种行动办公的效率等于都大大的提高，而且都很积极。在这上面，我可以充分表达的意思是，华为的这一套 UC 的系统的确给我们企业带来了相当的所谓的方便性跟效益性，那么也间接提高了整个的行动。 办公的效益，所以对竞争力也大大的提升。其实我们在跟华为的这个交易的处理过程当中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成功企业，
那么我们认为华为的经营理念啊，到整个啊员工的同仁的这种啊作业的这种积极性跟企图心，那么啊可以发现华为是一个啊有潜力啊相当大的一个相当大发展的一个公司。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祝福啊华为啊的业务啊再度的啊蒸蒸日上，那么在整个国际化啊角度来看的话，能够啊普遍的深入到啊所谓企业网络的这种的啊通信系统跟架构，祝福华为。